甘肃电影丢洋获中国电影华表奖，导演汪小平与主演之一陈玉恒首捧奖杯。新甘肃客户敦12月8日讯，12月8日晚，由国家电影局主导的第17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在北京水立方隆重举行。甘肃电影丢洋获奖，这是甘肃本土电影近年第二次获此殊荣。华表奖是中国电影政府奖最高奖，自2005年起每2年举办一次。自第15届起，奖项及提名数量大幅压缩，获本届优秀影片奖提名的共28部作品，最终获奖只有20部，丢洋就是其中之一。丢洋是一部兼具黑色幽默风格的农村题材故事片，讲述村民张永红家里4只羊被偷，各级干部害怕因治安问题影响村子争取建设项目，各自上门劝说撤案，招待中又白吃了3只羊，无奈下张永红撤了案，但正直的民警秦所长顶着压力抓到了贼。与此同时，市委副书记收到一封陈述信，亲自带领干部进村补偿了张永红被偷的羊钱，吃了羊的干部也愧疚地将饭钱交给张永红。电影丢羊主题思想积极向上，贴近农村农民生活，同时不失艺术性观赏性。丢羊颁奖词，该片于2016年9月9日在全国城市院线首映，同年10月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，2年多陆续在电影频道累计播出40余次，同时在全国农村院线点播超过20000场次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佳。王军，电影丢羊预告片，来源新甘肃客户端，腾讯视频，阿甘哥荐读，赞，伟大变革，看，甘肃元素，彭洪嘉、郭锦诗先后的甘肃新媒体集团调研指导工作，重磅。2018魅力中国城10大年度魅力榜单出炉，甘肃这些城市上榜。